挑战嗨歌艺人李延瑾在彩色泡泡派对穿着超短热裤大秀修长美腿，火辣身材藏都藏不住。沈玉琳高唱《你是我的花朵》，李延瑾还在一旁伴舞，抢了沈玉琳不少风采。看看粉丝多热情，现在高172公分的李延瑾，体重只有49公斤，跟过去飙破60大关的模样差很大。不但小腹没了，下巴尖了，五官也变得更立体。用蔬菜垫底嘛，然后吃金针菇。那如果真的是想用金针菇减肥的话，是可以把它打成酱，把它冰冰块起来，每个月平均可以瘦0.5公斤。先把金针菇煮熟后切碎，或是打成泥状放在冰块盒里，吃饭就配上一颗，可增加纤维值，也有助排便。另外吃饭的步骤也要特别注意，先吃青菜和肉，最后才吃饭。还有早上吃优格蛋白质，补充青菜摄取量，简单三招控制饮食就能成功甩肉。主要是因为菇类的食材，第一个热量比较低，那第二个呢，它有很好的一个膳食纤维的成分，再加上它有植物的蛋白质，还有一些矿物质跟维生素，有一些新的含量，所以基本上来讲，菇类对于我们减肥来讲，可以说是一种圣品。就连专业医师都认可这样的减肥方式。不过李延瑾也透露，自己没事会骑 U bike 代步，运动搭配饮食，塑造令人称羡的魔鬼身材。三新闻综合报道。